另一景。屏东体操女孩林一珍利落转圈，一跃而上，完美落地。全场鼓掌庆贺，来自屏东的林一珍在新加坡体操公开赛表现超出色。平衡木上动作利落专业，在整排评审面前毫不胆怯。林一珍在这场新加坡公开赛事中，成功在跳马平衡木夺下两面个人金牌，包含团体赛总共南瓜三面金牌。我第一次参加新加坡公开赛，上场前很紧张，但也很期待。林一珍开心拿着奖牌拍照，从小就接受体操训练，透露在平衡木比赛中是最后一位选手，上场前连脚都在发抖，靠着跟自己精神喊话，最后成功摘金。虽然表现还不是最好，但下周的亚锦赛我会再继续加油。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还有一路上一直栽培我的教练。谢谢一珍全力以赴，这面金牌对屏东的体操迈向国际非常重要。屏东县长周春敏也亲自道贺，称赞他是台湾体操之光。林一珍在国际赛事中夺下好成绩，除了开心，也将继续为6月中旬的亚锦赛做好准备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吴慧珊评论报道。